在播就是2017年6月22号高雄站11:46拍摄无尾猪 BB 自强就113次啦，113S 次，我看一下，我的113故障挂掉那边组了。我就挂掉那边组，无尾猪，我看看，1205当代替猪，然后亲子车厢，这是啥会？139次，它换成139次，有一个是113，一个是139，139，差一点。一节车厢是139，一节车厢是113次，对吧？来了，就这121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显示121是什么？这显示139，然后这一节显示什么东西？PPD 2512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太酷了啦！又跑回来，113挂掉的那边组，然后又不是，然后又不是哎，好像也不是，然后这里是也是139，然后亲子车厢的我看，亲子车厢哎。哇，这也是，这显示151，亲子车厢显示151次是吧？哇，无接话亲子车厢，然后它显示151次机场声音，看我脏话。然后这节无接话，我看一下，这节显示什么呀？哇，那天端午节加班 PP 之前也显示出来了。啊，文雄来了，文雄，以及306次，今后蓝文线看我心准的，3100型，文雄彩莲之前啊，魏无界化编组，319，大文雄。12辆编组，恭喜，12辆编组才对。哇！全位无接编组，应该是适应转列车了，都还蛮酷的。306次进入南环线，看我新左轮的 DR3100型。好心情。好，这个亲子车厢 PP2505。Thank you.
1020有尾那个当尾猪头。然后车次我就不知道，应该是13H 次啊。三眼接下来，不知道位置车次还是13H 次吧，还是什么不知道，还是适应转向车我不知道。谢谢各位。